西西，我现在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给我个痛快的！你们继续监听，不能放过任何细节。我要知道严谨少佐的一切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不能回家说吗？我被跟踪窃听了。吉根怀疑你的身份了？我想还没有，应该是那个演员姬子。你要小心，看样子他是盯上你了。所以我现在不适合回家住。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和你的关系。你身份上的问题我已经做了应急处理。我现在担心的是阿栋。他的确是个麻烦。算了，到时候随机应变吧。你自己一定要小心。阿栋的事情我会再想办法的。你自己也小心。出来吧，鬼鬼祟祟的跟了我一路。我在这里，你一定感到很意外吧？你一定杀了很多人，仇家遍天下。随你怎么说吧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你找错报仇对象了。我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。亲眼看到的，未必都是事实的真相。这些话等着下地狱和阎罗王说去吧。呀呀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再纠缠了。我一定要杀了你，为我大哥报仇。呀呀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走吧。别以为这样我就会领你的情。随便呢，不过就凭你这两下子还真不够看。想要替高飞报仇，你还要回去多练练。快点，就在前面。就是他。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走。带走。走。袁麻子，你这是把兄弟们往死里逼呀。我该死，不该朱佑蒙了心接了日本人的货，都是我的错。我甘愿去日本人那里自首，绝不连累兄弟。放屁！现在日本人死活把你当成我们的人了，你以为日本人是好惹的？就算你把东西全都还回去，他们也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站住！什么人？我有办法可以救风雷堂脱险。嗯。我的条件是，那批黑锁金归我。我答应你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是怎么认识严谨小姐的？或者说T 小姐，你说是他打死了高飞，是你亲眼所见？你明明知道你的兄弟是严景熙杀死的，现在我给你报仇的机会，这个机会你要或者不要，全由你来决定。你为什么要陷害自己人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我有什么目的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你只需要知道，你的仇人是谁？你的仇人是严景少佐，而我也恰巧想除掉他。你说的没错，七小姐就是严景少佐。他是 CBA 的人，他雇佣了高飞，后来又杀人灭口。风雷堂的人已经答应合作，并且会把抢来的所有黑锁金都交给我。那你准备怎么帮他们摆脱日本人的纠缠？苦肉计。苦肉计？我让风雷堂的人自己放风，演绎出黑吃黑的好戏。日本人能相信吗？他们会信，因为抢风雷堂的人是 CPA。 CPA？高明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吉刚就会转移视线，风雷堂就能全身而退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没想清楚。什么事？据袁麻子说，是有人雇他们去抢黑锁金，那伙外籍商人的行踪也是那个人提供的。这些黑锁金虽然不少，但对日本人来说却并不多。就算日本人的补给不足，也不会因为这么点东西就大动干戈吧。我也有过这个怀疑，我总觉得整件事情被一张很大的黑幕所笼罩，而在这背后肯定有一个巨大的阴谋。我们在这猜想也没用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袁麻子手上的黑锁金我们要如何处理？我准备利用军统的交通线全部运出上海，然后联系我们的人，再秘密的送到根据地。不管吉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这批黑锁金都将成为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弹药原料，让吉冈这个老鬼子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。大佐，我已经找到了严井少佐叛国的证据。通过刺客的口供，严井少佐就是一开始雇佣高飞偷盗高农油又将其灭口的 CPA 成员。你到底与严井家有什么仇恨？大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以你中野高材生的能力，难道连这么拙劣的伪供
你都分不清是真是假。大佐，您不会是想包庇下属吧？八嘎！如果不是岩井少佐给我们高飞的线索，他根本不会想到一名精通缩骨功的高手潜入我们的秘密仓库。如果高飞是岩井少佐雇佣的，那你告诉我，岩井少佐为什么要提供高飞的线索？可这个口供怎么解释？知道这里是什么吗？这是岩井少佐的秘密档案，是从驻屯军机要室调阅过来的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有这份文件？这一定是伪造的。你是在质疑大本营和驻屯军以及我吗？岩井少佐是岩井健二的女儿，早就潜伏在 CPA 上海分公司里面，为帝国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而大本营零七号密令授予岩井少佐可以接触敌方情报机构，套取情报的行动权限。关于岩井少佐对帝国是否忠诚的调查，我希望就此结束。至于你，我最后提醒你，上海宪兵队只有一个司令，是我，吉冈正茂。嘿，怎么回事？太君呐，太君，你们可算来了，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又是谁？您堂主呢？我就是太君要找的袁麻子呀。我们堂主被 CP 那把鞭子打得重伤啊，眼瞅就要不行了呀。袁麻子，别在那嚎丧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之前确实劫了几个洋人的货，可那是我不知道是太君想要的东西啊。都是 CPA 那帮瘪三，别老子说那几个洋人运了宝贝，可谁知道那是炸药啊。这么说是 CPA 的人雇你抢了洋人？是，就是这样。凤梨堂在上海滩也是有名有姓的，要不是被人骗了，怎么敢动太君的东西啊。那么黑锁金呢？提起这个我就来气啊。太君上次来过之后，堂主就四处找我，要我把东西运回给太君。我自知有错，就想着亲自把东西送到宪兵队负荆请罪，可谁成想半路上杀出一票人来抢劫，我和堂主带着弟兄们拼死抵抗，结果就落成这样了。你怎么知道是 CPA 做的？太君的，如今这上海滩谁不知道这东西是太君想要的？除了 CPA 那帮瘪三，谁还敢打这个歪主意啊？好，既然你说是 CPA 的人干的，那你说说，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啊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不男不女。放肆！还耍弄帝国军人！太君，我怎么敢耍弄您呢？的的确确是个不男不女的娘娘腔啊！不男不女的娘娘腔。大佐，什么事？风雷堂出事了，黑锁金被 CPA 劫走。我知道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那批黑锁金现在应该在出城的路上。大佐，这不要太惊讶，我有我的消息渠道，军统的运输路线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等那些自以为得计的 CPA 们发现早已落入我事先安排好的埋伏圈后，接下来的事情一定会很有趣的。行舟，怎么了队长？有点太顺利了。你不觉得小日本没必要为这么点炸药大动干戈吗？这说明日本人气数已尽了呗，难不成他们搞这么多事儿是为了算计我们？改变路线，我们去河边，改走水路。队长，这和原计划不一样啊。别废话，做这行就得随机应变。执行命令。是。
我是宪兵队吉刚。怎么了，大佐？行动失败了？不，他们临时改变了路线。难道他们对我起了疑心？可能只是押运的人谨慎，他们肯定改走了水路。搜索所有的河道，加派巡逻船。嘿，程老大，你船上的另一半货物都是盐，对吧？对，是盐，我全部买下来。你们几个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把他的盐和我们的货物捆在一块，全部扔到河里。是。你们快。船上挖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的船是空的，我们送完货现在要回去了。打开看看。来来来，给太君打开。太君，都是良民，一点小意思。辛苦辛苦，太君们辛苦了。没事了吧？嗯，走。哎，再见太君。老板，我们那些货。你放心吧，你的船钱还有货钱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们的。你知道吗？要不是你那几十袋盐救命，我这一趟就白跑了。你看。哎呦，来，一块把货拉上来。哎，好嘞。我带的货很轻，要和你的盐绑在一起，才能沉进水里。等你连换，我的货就陆续飘上来。站住！嘿，干什么的？刚好中走，修水管的，卫生间水管老化，发生断裂。去吧，快点，那里。还有多久能修完？不确定，我会尽快的。那你先在这里休着，一会儿我再回来接你。警告你，不要到处乱跑，否则皇军是会杀人的。
大佐，进来。报告大佐，审讯室里面那个犯人死了。什么？我们去看看。嗯。你们是怎么看守的？报告中佐，门外一直有人看守，没人离开过岗位。尸体还没有僵硬，凶手应该是刚刚离开。嗯，你派人封锁司令部，严加盘查所有进出人员。去。嘿，大佐，你发现了什么？都是水。糟了，刺客一定是水短工，跟我走。尸体处理掉。嘿，通知大门，一定是穿着便衣跑了，让他们拦截所有我方人员，核查他们相貌特征。哎，抬上去，慢点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了七小姐，想化解你们之间的一场误会。你最好别乱动，为了骗过日本人，给你注射的药剂剂量很大。高飞确实是 CPA 雇佣探查日军秘密仓库的，可是他因为贪心，阴差阳错偷走了日本人用黄金容器盛放了放射原料。什么放射性原料？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剧毒，人只要接触以后必死无疑。高飞当时已经中毒，七小姐是为了送他去见他父母的最后一面，没想到碰上了日本宪兵。他因为受不了日本人的折磨，所以才恳求七小姐帮他解脱。既然你救我一命，按江湖规矩，七小姐的事情就此作罢。可是我兄弟高飞的仇找谁去报？我只想告诉你事情的真相，希望你不要急于报仇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76号已经证实了阿东是军统的外围特工。大佐想要证明什么？那个化妆水管工刺杀阿东的必然是 CPA 的王牌，他们杀人灭口，想利用反间计除掉岩井少佐，因为岩井少佐熟悉他们的行动方式，所以利用阿东来盘污岩井少佐。大佐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 CPA 的诡计，所以我希望你能与岩井少佐冰释前嫌，携手对敌。我们的敌人非常狡猾，居然敢在宪兵队杀人，必须要报复。是，大佐，我已经有了一个周密的计划。什么计划？我要公开向 CPA 的王牌挑战。
东西已经送到了我们的人手里，可是还是出了点小麻烦。怎么回事？我觉得日本人似乎知道了我们的运输路线，我临时改走了一条没人知道的水路，但是最终还是遇到了日本人的巡逻艇。难道这是巧合？只能这么说，不然有太多的地方没法解释。阿东怎么样？我们已经骗过吉冈，不过是暂时的。阿东也被我说服，不会去找西西报仇。只是那个野原姬子，却始终咬着西西不放。我觉得这个女人是一个潜在的危险，而且疯狂好杀，必须尽快处理好。根据情报说，这个女人很惜命，每次外出都有重兵保护，乘坐的车辆也经过钢板加固。那只能使用重机枪了。可这个大家伙携带不便，而且在市区更难使用。只要知道他的行踪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哟，今天穿便装出来了。怎么样，不比你姐差吧？哎呀，人家都是夫唱妇随，你们俩正好掉个儿，你居然学着姐姐玩便装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近朱者赤？那你的嘴越来越厉害了，算不算是随了我？呸，顶多是近墨者黑。切，讨厌。对了，姐姐要传什么话？我们计划杀掉野原姬子，所以需要掌握他的出行路线和准确的时间，这次可就要靠你了。你们这个计划真大胆呢，万一刺杀行动失败，这个女人没死，她一定会展开难以想象的报复。但是放任她在上海胡来，迟早会是大患，更何况她如今针对你的行动已经让我们非常被动了。好吧，你们要的东西我会尽快确认，然后情报放在老地方，你派人去取。放心吧。要不要我参加行动？不用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这个行动你就不要直接参与了。奇怪，这街上为什么这么多人？中佐阁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快下手！快快快快上！老先生，快点！老先生，快点！云大哥，云大哥，我们歇一会儿。兄弟们没啥事儿，但是家眷们吃不消啊。不行，日本人很快就发现被耍了，要是再落到他们手里，
我们就没命了。大家再坚持一会儿。走。袁麻子，你们风雷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太君，我这是逃难的，得罪了 CBA 的人，怕被报复啊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比真金还真的。好一个比真金还真的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呀？袁麻子，你的良心非常坏，不过我不傻，回去带个话给你的 CPA 王牌，就说今天剩下的人我都带走了，想要他们活命的话，就一个人到西园酒厂，我要向他挑战，如果他赢了的话，人可以带走，不然的话通通都要死。实现太阳下山之前。我认为你不能去，这明显就是一个圈套。你再听我说，难道你认为姬子这种人会讲信誉？说不定人质都已经被他杀光了。你了解姬子吗？难道你了解他？他只是一个缺乏认同感的女人，他一来就找西西的麻烦，其实针对的人是吉刚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是要争功劳盖过吉刚，争取大本营对他能力的肯定，所以我打赌他不会杀人质，而且在决斗可能出现失败之前，他不会耍花招。你肯定吗？确定。我利用的是他唯一的缺点，拖延时间，你们趁机救人。我知道你很固执，我劝你也没有用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有计划了，我会全力配合你，一定要小心。嗯，放心。野原中佐，请您放弃这种无聊的决斗吧。八哥，你什么也不明白。你知道我们帝国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吗？是士气。您只是在浪费时间。如果我是 CPA， 绝对不会为了这些人来送命的。你不了解中国人呢，中国人讲究的是亲情、人性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他们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。这个也是他们的弱点。所以我敢肯定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我要让吉刚看看，我是一个可以力挽狂澜的精英，是比西西强百倍的精英。我就是 CPA 王牌，我是来赴约的。都不要动！这是我和他的私人决斗。阁下，中国人很狡猾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不必担心，我们手上是有人质的，他不敢怎样。你就是 CPA 王牌。真是好笑，我当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了，原来不过是缩头缩脑的鼠辈。你少废话，打赢我再说。有胆量，我喜欢。我是野原姬子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我的名字不重要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你手上有伤？
我不会占你便宜。哼，你大可不必如此，我单手一样可以赢你。报告中佐，里面的人质全被救走了。是在耍我，调虎离山。我靠！纪刚大佐。我失败。没什么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可我不但丢了黑锁金，还在与 CPA 王牌的对决中惨败，请大佐责备。黑锁金那种东西丢了就丢了吗？我手上有的是，根本不稀罕。如今 CPA 已经成功被黑锁金吸引了注意力，玉碎计划正在进行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中。振作一点，今晚没事，不要回宿舍了，到我房间来，我亲自表演能剧为你打击。嗯，这些情报可靠吗？这个人到底什么身份？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是从日本人那儿逃出来的劳工。洛洛，贵人，可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在外县的一家诊所收留了一个特别的患者。特别的患者？什么病啊？黑锁金中毒。又是黑锁金？嗯，这个人是日本人抓来的劳工，专门负责搬运黑锁金。由于长期接触黑锁金，日本人又不把劳工当人看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他是吸入大量的粉尘过多而感染中毒的。黑锁金中毒的劳工，那他是怎么逃出日军看押的呢？这个我们也没调查清楚。这样吧，我们先把这个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再详细调查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好吧，我马上去办。我跟你去。哎，露露，这么点小事儿你亲自去？怎么，我办事你不放心吗？那你小心点。我知道。